什么恁的破台语？嗨，大家好，我过来台南啦。透早就来国华街吃阿松挂包，阮点一个低脂包，一个普通包。哇，我是第一次吃这种恐怖的挂包，甲北部的挂包完全不同诶。你看迄个生菜姜被抹出来咯，伊个肉拢喷红色诶。听别人讲有用红汁处理，内底佫有生菜头，然后有互我烫诶。哦，枇杷膏糖，再喝。好袂歹啉诶，安尼袂袂歹。咦，袂记讲啊，即摆伫咧国华街佮 explore。应该是我第三次来 explore。嗯，这有嚼劲啊，这个。啊，这个酒出特别的，有土豆酒的味。嗯，就是这个酒，特别好吃，这个枇杷酒有口感，非常好吃。嗯。另外一个。现在吃泡汤包。嗯，就是同款的。这一百种是好在，软软嫩嫩的，袂硬袂硬。嗯，赞赞赞！哎，大家，这个是我第三届来国华街啉一个咖啡，这个啤酒香的，足好啉就对啦。嗯，咱就去看一个大大的夫妻球啊。又是这两个。耶、yeah, ！经过百年夫妻树，听就知道两个树啊，伫个边啊，然后纠缠伫个这会，变成夫妻树。就是你看到安尼，你看，遮一个树啊，遮有另外一个树啊，你看，因为这个故事的关系，有就是人伫遮下弯诶，缠在一起，怎么讲？没有人会，有没有人支援我的台语？恐怕是没有。因为昨暗伫个大东夜市，第一次食到白糖粿，阮足介意个，所以经过看到白糖粿挡袂牢，阁食一摆。伫个国华街看到着，阁食一摆。即个是土豆口味甲麻个口味。嗯，甲昨暗个无同个，昨暗个外口是一种酥脆，就是较松个菜，即、这个是较硬个菜，懂吗？即、这个皮有嚼劲个。刷下来吃小安豆花，除了豆花，最厉害的是有很多种口味的粉粿，有豌豆、豆奶皮、乌糖皮、洛神皮的粉粿。粉粿、豆花，哦哦哦，QQ 暖暖滴滴，洛神的口味，诶、欸，粉粿。吃在那吃，然后跟人家说味道啊，你是嘞？洛神味还要解释？就是直接洛味嘛，好了。嗯，然后我就车就开走了。哇，升升低升低，安尼。恭喜你，你拍到了豆花。嗯嗯，来吧，姐，五六干嫩干绵密弄我。OK， 特价也不顶。嗯嗯嗯，赞。阮去四草隧道坐船咯，听讲伊是台湾的亚马逊诶，我排队排了一点钟，果然是有够出名诶。救人的刷，救生衣啊！我去拿斗笠啊，斗笠可有台语？还要有台语？你斗斗笠？不是，这斗笠颜色跟你很配。真的假的？是的。斗笠要带哟。那尽量呢，我们离旁边的船很近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怎样？好，那我们的左手边呢是锦葵科的树，黄锦树。要自动闪树哈，来小心头，看一下前面哈。其实就是很轻松惬意的下岛，还有生态导览，看到很多湿地的动植物，感觉不错。米哥冰，我吃过米哥口味的冰，所以就吃看看。咦，看起来就是，不知道。嗯，啊？啊什么？啊？我以为是咸的。嗯，就特别的。为什么有冷硬的比在里面？不要吃就好。拜拜。拜拜。嘿，运动啊！运动啊！唔通运动哦，唔白当运动哦。唔通因为唔通啊。讲错了，唔白当运动吗？难道只要运动？因为台南的美食，好我收一个热量。嗯，所以。差不多就右脚在动。有啦，两个都有用力啦。有啦。
经过公园就先刷运动一下，所以左右脚在动，对吗？超怪的，超怪。左脚怎么了？左脚残废。这很重要吗？现在被夸我卡住嘞。运动了后一定把肚搁较摇，来运动木花食暗顿咯。朋友介绍我食的，讲要食咖喱。来，来这只水的入来。咖喱在倒位？唐扬鸡黑咖喱。我甲恁讲，我去柜台点菜的时阵，我叫班桥李俊基去翕餐厅的环境，结果伊一直在翕叶啊。你在拍那叶子干嘛？好了，这个就是唐扬鸡咖喱，店馆嘛有其他的紫叶芽菜，茄我家己茄，就一咖喱劈起来足香诶。哦，哦，我家己，嗯，伊有一点仔南洋的感觉，伊个咖喱椰子冷的味的，食伊个鸡吧。嗯，是哦，重点不是伊个白个菜，是伊个咖喱汁有够好食的。好好吃哦，那个咖喱，我来对了啦。有一点仔我马来西亚咖喱的感觉哦，无甲你骗，真的有诶。我介意滴咧，我家乡的滴，旁边古林。哦，舒服，只只是滴啊，无更叫只旁边。啊，还是这个厉害！金马威记在台湾吃过最好吃的咖喱，真的？真的，真的。我讲这个汁哦，嗯，开心。台南的食物果然袂让我失望的，后一集继续 explore。吃夜完毕啊！